coordinate of AB 是40跟减16，他要找 equation of locus of P， so locus of P 你就给 P 是 xy， so PA 等于 4PB， PA 是什么呢？ PA 是 x 减4的 square y 减0的 square， 整个东西 square root， OK 等于 4PB。PB 的话呢是 x 减减一的 square y 减六的 square。 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下一个步骤是重点了、啊、下一个步骤是我左边 square 右边也 square 的时候，它这个4也会 square 到哦，所以4 square 的时候它会变成16哦，然后前面是 x减 8x 加16加 y square， 然后后面这一边呢它就四挂弧 x square 加 2x 加 1 y square 减 12y 加 36， 然后它就会变成 16x square 加 16y square 加 32x 减16乘12 192y 36加1 37， 所以16乘37 592， 上面的这一个造写，然后接着我们再把全部搬去后面，15 square 减16减1就 15x square 15y square 32加8那就 40x， 然后减 192y， 然后592再减掉16 576等于0，除5的情况之下192不可以除5，除2的话15不可以，除3的话40不可以，这样我没有办法再越减了，所以 15x 加 15y 加 40x减 192y 加576等于0，这个就是它的 locus PA 等于 4PB。 好，我们在找 locus 的时候我们要的是 equation， 但是考题呢他很喜欢做的事情是他写成 ratio 给我，所以我们知道 A 比 B 等于 A per B， 所以我的 PA per PB 等于1 per 2，所以我的 2PA 等于 PB， 这样这个我写成 PA per PB 120，然后我再交叉乘， so 2PA 等于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 A 是40，然后我的那个 B 是减16， OK， so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找这一个的 equation 的时候，它就由2 square root x 减4的 square 加 y 减0的 square， 然后 PB 的情况之下它就是square root x 减减1的 square y 减6的 square，然后我左右都同时 square，OK，、okay, 这一边左边 square 它，右边也 square 它，所以它就会变成四 x square 减八 x 加16加 y square， 然后 x square 加二 x 加一 ，y square 减12 y 加36。然后我就由 4x 加 4y 减 32x 加64减 x 减 y 减 2x 加 12y 减1减36等于0，然后我就由 3x 加 3y 减 34x 然后加 12y，然后64减1减36
64减1减36加27等于0。So 3x 2加 3y 2减 34x 加 12y 加27等于0。好，就是这样。好，接着 C 的跟 AB 一样的咯，所以我就3 square root x 减4的 square y 减0的 square 5 square root x 减减1的 square y 减6的 square。好， so 我左右同时 square 它，所以它就会变成9 x 2减 8x 加16加 y 2 25 x 2加 2x 加1 y 2减 12y 加36。So 9x 2加 9y 272x 加这一个9乘16 144 25x 2加 25y 2加 50x 减25乘12 300，然后37 25乘37 925，所以我全部搬去一边，25减9，然后就会变成 16x 2，然后和 16y 2加 122x， 然后减 300y， 925减144加781等于零。OK， so 16x 2加 16y 2加 122x 减 300y 加781等于零。对， so 这一个是 PA per PB 等于2 per 3， 3PA 等于 2PB， so 它这一个跟刚才这些一模一样。 OK，只是我这一个改成2而已，所以我这一边就有 9x2 减 8x 加16加 y2 4x2 加 2x 加 1y2 减 12y 加36 9x2 加 9y2 减89 72x 加144等于 4x2 加 4y2 然后加 8x 减 48y 4乘37，这一个是148，所以我的 9x2 加 4x2 就减 4x2 就 5x2 5y2 减 80x加 48y 减4等于0。好，就是这样。